我们在种植方面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人工种植了，我们也是智慧农业全机械化种植，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在生产这一块也能体现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是采用了这一个机器人煲仔饭餐厅的一个，大家就是在参观完我们的种植基地以后，他可以立刻品尝到我们的一个煲仔饭，然后同时你还能在这边就是去买我们的产品回去。